elegance is power. EC7 感受优雅的力量。大家知道，纯粹、未来感、精致、有温度，是未来设计的基因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去形容未来设计的气质，那就是优雅。EC7 每一个角度、每一个细节，都将未来的优雅传世到了极致。优雅来自于最恰当的车身尺寸。EC7 长4968，宽1794，高1714，轴距2960。优雅源自于完美的比例和车身姿态，来自于美学与数学的精妙融合。我想特别强调一下 EC7 的背部曲线，因为背部曲线的设计是 coupe SUV 的灵魂，也是一个难点。我看过每一款高端 coupe SUV 背部曲线的设计取向，有的稍显慵懒，有的略为凶悍。 EC7 的背部曲线舒展流畅，恰到好处。优雅来自于张弛有度的表达，向前俯冲的 Shark Nose， 犀利的 Double Dash 日行灯 X Bar， 探出式的前扰流器。 EC7 的前脸充满蓄势待发的张力，高肩线，外扩的轮包，搭配22寸的大轮圈，整个侧面车身展现出游刃有余的力量。优雅来自于纯粹与凝练。EC7 的造型设计摒弃了修饰性的线条，精心打磨有机的形面，让自然光影去塑造结构与韵律。外观的每一处细节，纯平的侧窗、隐藏式的门把手、侧转向灯和隐藏式的高位刹车灯，这些设计反映了我们的设计团队对纯粹的追求。 Illumiblate 光风尾灯采用了细致3毫米的光导晶体和 Super Red 超红光的 LED 技术，精致利落。优雅来自于将最新的科技融入最纯粹的设计， Design for AD 引领潮流的瞭望塔式传感器布局，我们已经用在中大型轿车 ET7、 中大型 SUV ES7 和中型轿跑 ET5 上，应用都非常完美。我们看到在 EC7 这样一款 Coupe SUV 上也非常自然的融入，增添了未来感和科技感。纯粹简约的外观下，应用了最精密、最领先的科技，比如说 EC7 的智能多光束大灯，在 Aquila 超远距激光雷达的支持下，我们实现了像素级的高精度分区照明。优雅可以很拉风。EC7 全系标配双模主动升降尾翼，采用7连杆镜像记忆设计，有手动、自动2种模式，分成减阻、极速2个档位。减阻档可以降低4%的气动阻力，极速档最大额外提供650牛的下压力，极大增强了高速驾驶时的操控信心和驾驶乐趣。优雅意味着心境开阔，心有温暖。打开 EC7 的车门，就能感受到一个通透而充满活力的空间。全景玻璃天幕视野极其开阔，隔音效果提升10%，
紫外线的阻隔力达到 99.9%， 可选装智能调光全景天幕，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在电子变色天幕玻璃中采用黑灰的中性基色，不是蓝色的。我们与未来资本投资的光艺科技紧密合作，在1000多种分子结构中探索出全新材料，实现了对380纳米到750纳米整个可见光波段全光谱的均匀吸收与变化，反复调试，终于实现了我们的设计意图。等我们的展车到店了，大家一定去感受一下这个黑灰基色，在更好的阻隔能量的同时，让车外的自然风景仍然能保持原有色相。大家可以刚才看看它的变色的一个模拟效果，车外的颜色，蓝天还是白天，蓝天还是蓝天，白云还是白云，绿树还是绿树，很有质感，非常高级，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优雅的追求。优雅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氛围，纯粹雅致的内饰基调加以可再生藤木、跳色缝线、主题色金属质感装饰，营造了精致而有活力的氛围。优雅是一种态度， EC7 采用了最前沿的环保科技材质， Haptex 合成皮、 Microfiber 超纤绒全部都采用了最新的生物基材料，每一辆 EC7 内饰节省的碳排放相当于一棵树2年的二氧化碳的吸收量。 EC7 拥有同级最好的空间体验，我想特别说一下二排，后排的腿部空间947毫米，纵向空间达到了988毫米，一体式的运动座椅造型优雅轻盈，高角度的侧翼设计能在激情驾驶时提供更好的支撑和包裹感。前排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座椅背部舒缓，后排座椅标配加热背部舒缓，可以选通风按摩功能。未来独创的女王副驾也经过了全新的升级，可以一键实现零重力舒享姿态，在通透而充满活力的舒适空间中，我们能更好地体验未来全景数字座舱 Panel Cinema。 23个扬声器、 7.1.4 沉浸声系统、杜比全景声、联动光谱式氛围灯，带来了更好更加沉浸的视听享受。 EC7 也为车内的 XR 体验进行了原生设计，可以选装 NBOX 增强娱乐主机，支持多人同时互动娱乐体验。8种外观颜色可供选择，每一种颜色都来自最美的天空，彰显了 EC7 优雅的气质。其中有全新的2023未来年度色曙光金，这个灵感来自清晨初升的太阳，寓意着朝气与希望。刚才这一台就是曙光金。工友，这个颜色非常漂亮，它在不同的反光下，它都有色彩会非常梦幻般的变化啊！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。EC7 共有5种自然色系内饰主题，渲染了空间的优雅格调，包括金沙米、玛瑙黑以及3种全新色彩：乔戈里灰、可可棕以及热情的珊瑚红。漂亮吧，这颜色我都想买，这需要我老婆批准的。优雅源自内在的力量， EC7 将未来的高性能基因发挥到了极致。EC7 是全世界风阻系数最低的 SUV， Shark Nose 前扰流器一体式穹顶，后视镜
肩线、后分离线等等，每一个形面、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毫米级的优化，风阻系数仅 0.230， 这么大的一款车搭载未来第二代高效电驱平台、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、前永磁电机峰值功率180千瓦、后感应电机峰值功率380千瓦，整车最大功率480千瓦，最大扭矩850牛米，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仅需3.8秒，是未来加速最快的 SUV。 全球最佳风阻系数加上主电机运用碳化硅功率模块，整车能耗进一步优化，搭载75度电池包，续航可达490公里；搭载100度电池包，续航可达635公里；搭载150度电池包，可以实现940公里的续航。百公里刹车距离仅为33.9米，比同级的 coupe SUV， 比如宝马的 X6。短了将近5米，相当于一个车身位的距离。配备 Brembo 六活塞卡钳以及380毫米大尺寸打孔通风自动盘，抗热衰的性能全面提升，时速0到130再到零，全力加速、全力制动，持续10次，制动效果仍然没有衰减。50:50的前后轴荷比，让操控更加稳健。 EC7 拥有高强度的全铝车身架构，具备超高整车的扭转刚度，采用前双叉臂后 HM 多连杆的悬架形式，标配智能空气悬架、 CDC 动态阻尼控制系统以及未来自研的智能底盘预控制器 ICC， 拥有10种驾驶模式，包括5种基础模式、5种场景模式，每种基础模式都能够支持自定义调节。优雅源自面对未来的信心。 EC7 是最智能的 coupe SUV， 搭载班养智能系统、第二代数字座舱、 AI 算力、通讯能力都是目前最领先的水平。5屏联动交互体验，智能高效，标配16英寸 HUD。 Aquila 未来超感系统包含超远距、高精度激光雷达等33个高性能感知硬件， Eden 未来超算平台、1016T 神经网络算力，我也相信它在几年内都是算力最强的自动驾驶超级大脑。